淡水河畔的大稻埕曾是台北历史上工商繁华、人文荟萃之处。大稻埕兴起可追溯19世纪的《天津条约》，或是台湾开放4个通商口岸后，大稻埕就凭借着航便之力取代了艋舺，成为当年北台湾的贸易港口。霞海城隍庙所在的迪化街是大稻埕最早形成的市街与商业核心地点。尽管全长只有800公尺，不过周边街道开设了200多家的中药材店铺，而这里大部分属于长条形联动式店铺，门面狭窄，屋内悠长深邃，为典型清代台湾的商店形式。尽管大稻埕历经2次大战的破坏，失去了国际市场的地位，不过古色古香的氛围以及建筑物散发出的淳朴亲切的人文风情，也成了游客探索台北街屋与市集风情的最佳去处。这里的中药、南北货以及布匹，更开启了大稻埕的另一项荣景。大稻埕其实也是文化繁衍传递的宝地，并且有台湾戏槽与戏窟之称，这里培育出许多著名的歌仔戏团，并且呢，在永乐市场9楼的大稻埕戏院都会定期安排一系列的传统戏曲节目，增添大稻埕艺术的人文风情。适应到现在呢，我们这边主要的演出的这个剧种呢，是以歌仔戏居多，昆曲啦、布袋戏啦，还有黄梅戏、客家戏，我们也一并有安排的演出。那么我们希望的大稻埕这个剧院，这样营运的方向呢，成为一个台北市的一个传统戏曲的这个天地。现今的大稻埕成了民众购物挖宝的好所在，买布必逛的永乐市场，采购南北货以及年货的迪化街，让昔日这块台北的发祥地顺利转型成为观光胜地。尤其近年来市府推展老街再造计划，让不少在大稻埕发迹的布商成功转型成为时尚概念商店，让观光客主动上门购物，打造另一个大稻埕奇迹。走进朱二小姐的新家，粉红招牌以及温馨甜美的设计，颠覆老街给人的陈旧印象。其实朱二小姐的创办人就是在地布商的第二代，利用独特的经营模式与女性特有的敏锐眼光，跳脱永乐布市的传统氛围，自创品牌，开设了创意的时尚概念店。女性朋友爱不释手的项链、耳环、首饰到家饰品，这里应有尽有，并且全部都是独一无二。也因为这里贩售 DIY 饰品，因此总能吸引时髦的女性朋友来此选购，接着发挥创意巧思，就能制作出兼具流行时尚感的各式配件。我们可以买一件非常简单，然后非常上面都没有任何的装饰的一件小礼服，然后呢自己可以再去选购一些小配件，就可以完成一件像这样子稍微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比较有特色的礼服。很多人呢会想说，我要做一条项链，我要从哪里着手？那我会建议客人，你先选定一个颜色，然后再从颜色上面着手。像我现在身上这一条就是粉红色的项链哦，你可以选择粉红色系的，那有深有浅，就可以搭配出一条在外面你完全看不到，然后非常属于你个人特色的项链。今日的大稻埕尽管没有昔日的盛景，不过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促成了这块昔日的晒谷场在繁华落尽后转型成为台北市的观光景点。这里的大稻埕码头成了民众休闲娱乐的场所，观光客也在此乘坐游轮欣赏蓝色公路的水岸风光，让游客只身进入就恍如穿越时光任意门，回到百年前风云流变的大稻埕传奇。